中国戏曲种类有哪些？中国戏曲种类繁多，约有360多种。著名的有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、评剧、豫剧、昆曲、川剧、皮影戏等等。尤以京剧流行最广，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，有国剧之称。戏曲的分类有多种方式，按表演形式和内容可分为秧歌戏、花鼓戏、花灯戏、二人台等，按流行地域可分为北方剧种和南方剧种，按声腔系统可分为昆腔戏、皮黄腔戏、梆子腔戏、高腔戏和各地方戏剧等。在漫长的岁月河流中，明代以来所形成的各声腔系统，在长期的发展流布演变过程中，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了许多戏曲剧种。